小心！怎么骑车呢？ 徐大夫，哎，张叔叔啊，这么晚才回来啊？这您女朋友吧？啊，不是，她住她邻居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有事我想麻烦麻烦您。啊，您说。六院您认识人吧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老伴想去那儿骨科挂个号。那我联系一下，回头给您发微信吧。谢谢您啊。啊，不客气。 就说我是邻居哈、啊，那快搬走了是吧？对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本来想说，刚才在便利店的，哎，钱叔，哎，吴部长。 那钱叔叔，你玩呢啊？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快回来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。哎，我。 追着我问好多问题，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，爱那么具体，在瞳孔倒影，看见就意味着确定。 妈，哎，儿子，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都急死我了！刚才在电梯里信号不好。啊，我说呢，怎么回事呢？
怎么回来又这么晚啊？加班了？那个吴奶奶她心脏不舒服了，我去看了她一眼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嗨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妈妈这就放心了啊。啊，您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赶紧的吧，洗洗睡啊，别再看书了啊，快点，晚安了，儿子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啊，我挂了。家也就再多出2000来步，这数字对不上。